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三策 Project。今天带大家到彰化县彰化市的彰化台铁旧宿舍群逛逛。彰化台铁旧宿舍群在 Google 评论有70则，评价为 3.9 颗星。彰化台铁旧宿舍群始建于大正11年，西元1922年。位于彰化善行车库对面，主要供铁路职员及其眷属居住。聚落内除了宿舍区外，亦设有集会区、风旅场、福利社、理发厅、幼稚园、防空洞等公共空间，是全台目前保存最完整的铁路宿舍群。西元1922年大正11年，纵贯铁路海岸线全线通车，同时彰化善行车库、排水沟、保线事务所以及附属官社区亦告竣工，连同原本自唐会社辐射的唐业铁路，使彰化邑开始扮演交通枢纽、产业运输、车辆维修的重要角色，是台湾中部地区仅次于台中邑的战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路设施成为盟军重点轰炸的目标。铁道部为防止燃烧弹造成火势蔓延，主动拆除部分木造建物作为防火巷使用，同时将彰化邑战区日籍铁道职员的家眷疏散至较不会遭受空袭的园林东山。战后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铁路员工要求成立铁路工会，由工会直接大量向生产市场购买日常用品，再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售于铁路员工，并在宿舍区内设立福利社、理发厅、公共澡堂、幼稚园等福利设施。西元1959年发生八七水灾，大肚溪溃堤，洪水冲进彰化市区，彰化县逾万栋房屋全毁，是台湾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1960年至70年代左右，台铁局开始拆除部分损毁严重的日式木造宿舍，并逐步改建成砖造建筑。2003年，台铁局依照中央各机关学校国有建设房地处理要点，开始要求原住户限期搬迁。2004年，彰化县政府办理彰化县都市计划变更，民生地下道北侧的台铁宿舍群从铁路用地变更为公园用地。后来为了配合铁道文化专用区的划设，2011年5月24日通过内政部都委会审议，决议将彰化台铁旧宿舍群交予台铁局拆除，由地方政府编列预算改建为公园、绿园道、计划道路以及供停车场出入的回车道，以延伸铁道文化园区的观光腹地及休憩空间。2012年5月23日，彰化县政府文化局公告，坐落于彰化台铁旧宿舍群内的甲种第一号型双并官舍、甲种第二号型双并官舍、集会所、职工服委会、理发厅登录为历史建筑。台铁旧宿舍群能反映出土地永续利用之 特殊技术、特定模式或价值。自大正11年（西元1922年）始建迄今，历经日治、战后、美元时期，各时代建筑反映不同的营建技术，如日式宿舍、台铁自建宿舍、
劳教贷款、公寓宿舍等。不仅如此，也能实质呈现特定产业、生活与周边环境关系，且具时代或社会意义，高度反映聚落与环境关系，见证台铁宿舍群聚落各时代变迁。从战后大量铁路员工迁入，冷战时期、美元时期及各段务首长宿舍，各时代皆反映不同时空脉络。而日治时期的铁道俱乐部、浴场、战后数栋台铁所拆迁的木造宿舍等，则具有稀有性或唯一性的建筑特点。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的移动，一起散步吧。没有，不是游客而已。哦，游客、哦。嘿，对。不好意思，因为里面还没有整理。哦，这样子哦。对 对, 對，还现在还没有开放、啊、哦，因为怕危险，因为里面还在整理。哦。嘿，对对对对。那它的围栏的隔壁那个可以进去吗？可以过去吗？哎、欸，没办法，现在目前就是未来预计开放的空间，就是现在栅栏围起来的范围。哦，这样子。對對對對哦，所以没它没有开放。对对 对, 對。好，那我先离开好了。对 对, 對，不好意思，不会不会。等到之后开放的时候，就是可以，大概会可能会配合三营车库开放的时间一起开放。哦，就是那个一下午一点嘛。对对，就是一下午一点，然后到那个四点这样。哦哦哦。对对对。好，小时候没有门没有关，进来走走看看。哦，因为今天厂商刚好在里面施工啊。哦哦哦。对对对。好，那我就先离开。好，谢谢。不会，谢谢。Thank you.
了。